好，电影频道 APP 用户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我们现在是在歌曲这个《赞赞新时代》的拍摄现场。这个歌曲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，就是它是一个公益的歌曲。那因为这个公益性呢，有很多的明星也前来助战。今天来前拍这个 MV 的明星呢是王源老师，我们看看，他现在在跟编舞的老师在交流。Hello。边老师，王岩老师，哎，今天这个我拿拍完一场了，帮他看是吧？啊，对对对，就我拿着吧。好，就是刚才拍完了两遍，我先打个招呼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岩。然后现在在这个拍摄现场呢。这个歌曲刚才拍了一遍，您觉得 MV 难拍吗？我觉得不难拍，就是导演说的，尽力而为，不是尽力而为，就是。因为他这个歌是一个开心的弘扬正能量的歌，是一个公益歌曲，叫《赞赞新时代》。对，所以就我就很开心的，然后唱就好，我觉得挺容易的。那编舞老师刚才那个他的动作表演跟节奏啊，怎么样呢？觉得表现？因为我们都认识很久了，哇，是吧？合作好多次，是吧？所以就是说。他跳舞也比以前进步很多，但是这首歌其实挺简单的，其实也谈不上更多，也谈不上什么编舞，其实就是更多一些标志性的动作，跟一个状态，就能切合这首歌来，好，我们共同配合达到导演的要求吧。对，要讲两句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对，我这是我们的执行导演是吧？对，执行导演，对，来导演来说两句。啊，特别好，特别好，我们特别荣幸的请到了王岩老师，特别荣幸，对。这是年轻人的代表，真的是代表，年轻人偶像代表，联合国代表。对，像他们来，对，赞赞新时代也跟那个这个篇章，年轻的这个篇章能够呼应吧。特别好。那执行导演给我们介绍一下咱这个 MV 的一个，就是想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呼应这样一个主题？就赞赞新时代嘛，会有一个跟看到这个 MV 的观众的一个呼应吧，就感觉带入，把观众带入到新时代的一个感觉。所有的艺人都在一起，然后大家有一个欢快过年、动感、活力的一个感觉。对。好，那再问一下我老师，就这个音乐您也听了，您觉得这个歌怎么样？就是一听就开心的歌，会被大家所传唱，会很洗脑的一首歌。是吗？对。能唱一句吗？现在？赞赞新时代，对对对，反正这歌也是挺现代的，也就是也不是想象中那种很死气沉沉的那首歌，是一个非常动感、非常青春活泼，对，适合就是他们的新时代，就是我们的新时代的一首歌，对，适合跳广场舞，也是跳广场舞，实话实话，年轻人的朝气，对，新时代年轻人的精神面貌，对对对。那刚才那个边老师说你们已经合作好多次了，不知道那个边老师说你觉得你的舞蹈有进步，不知道之前你们合作的状况是怎么样的？之前我就，那你来说，我不说。没有，其实我认识他很多年，差不多三四，刚出道认识，三四年了吧？对，刚出道当中，其实他是组合里面跳舞，就是最不好的，就是天赋比，就是他比较直白了，就是天赋可能没有，然后后来现在是越来越好了。不断的进步。那平时你怎么去练舞蹈？就是怎么取得这个进步？就是经常有活动啊，然后就每次都认真的练呗。然后就是不要排斥它。然后现在的话就跳的还能看。展示两个动作吧，给我们行吗？不是，现在随便的一个。是，我们要展示这个这首歌的标志性动作。可以来，对，这首歌的动作我们展示一下。这首歌其实就是几个标志性动作，希望大家的就是赞赞吧。第一个赞，你看就是可能是，把自己交叉，赞出去。第二个赞的时候就是比自己，对，然后夸自己很赞，对。第三个就是可能把自己的心献出去，退出这个时代，再赞赞，对。好吧。那更多的我们还要期待 MV 正式。啊，好了之后才观众能看到，现在也是提前放了点福利了。那其实我刚才也看到您在拍摄那个间隙啊，自己还在那过那个障碍，是喜欢足球吗？并没有，我现在就是比较皮，比较皮，调皮是吗？我以为你自己，那平时你有什么爱好呢？我平时爱好啊，就是出去逛，逛，对，就是。在大自然里面逛一逛，然后和朋友玩一玩。你比较喜欢大自然。对。那最近除了拍这 MV 以外，还在忙什么？最近就在准备上
表演课，然后会有自己的音乐作品，会好好努力去学音乐，发了首新歌。对，之后还会有，最近在筹备新的歌曲，很快就会有了。哦，这给提前给大家透露一点这新的歌曲的消息吧。就是透露了这个新的歌曲嘛。歌名可以透露吗？这个不行。啊，是一个什么类型的？可以说吧。是一个让人很舒服的类型。好听，好听，越说越期待。就是反正大家可以期待一下，我是很用心的在准备歌曲，之后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。嗯，那2017年马上也过去了，嗯，那你怎么就是总结这一年，过来这一年？就是首先是很开心的一年，因为这一年，可有一点点的一些小的成就吧，然后。认识了很多可爱的，非常好的人，还有可能留下一点点遗憾，那些遗憾我会在2018年弥补回来的，非常完美的一年吧。嗯，可不可以说有哪些遗憾？其实下一个问题我就要问你，2018年有哪些愿望？你其实，我的遗憾就是说，2017年可能没有拍到好的剧，没有，出让我自己特别满意的歌，所以我希望在2018年能够继续努力，能够有。进步，找到好的戏，有好的歌，这样。嗯，好，因为我们这个，谢谢王阳老师啊，因为我们这个说再见，我们马上这个要导演要开始开工了，开工了，所以最后呢，让王阳老师给大家再打个招呼，然后咱们再透露一点他们拍 MV 的现场，好吗？好嘞，那我就打个广告，大家期待一下我的新歌，然后因为今天是关于公益的嘛，请大家关注一下我的公益援基金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爱你们，拜拜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，然后王阳老师要上场了，然后就是我们会看到一个 MV 的拍摄现场。好，来。来吧，好，我们音乐放起来吗？